觉得好像应该要来准备一下巡演了哈。对啊，因为刚刚唱十年一刻啊。对，因为我们刚才唱了十年一刻。对啊，今天免费入场的各位朋友，下次该付钱了吧？全宇宙的朋友，你们好，我们是。是我们要在这边跟大家见面，用苏打绿的身份，我们是不是有信守诺言？对，对。前天我还在想说，假设天气不好，难道我们的命运就如此吗？结果今天太多喘了吧，真的。因为本人其实是有一个小名叫做晴天娃娃的，娃娃，想说差一点要砸招牌了。对、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大家真的很努力。结果马上就哐哐哐哐这样。以为是打鼓就没有是天心里有一股声音觉得好像应该要来准备一下巡演了哈。对啊，因为刚刚唱十年一刻啊。对，因为我们刚才唱了十年一刻。对啊，今天免费入场的各位朋友，下次该付钱了吧。虽然刚刚讲了我们的新计划，然后也对，但真的只是计划而已。我们讲完之后还要计划，还要想到底怎么办呢？先讲先赢，先说先赢，这是跟阿福学的。